分数，其他都要用作弊，傻。作弊。但作是弊！没有啊，就没有人在哦，讲话打雷哦，耶！打雷了。作弊，作弊，作弊要几个啊？哦，又是蝙蝠。猪皮可以做那个安全帽，加防御。猪皮，你们要几个啊？我这里现在有八个，一人一个以外，我忘记猪皮可以做什么。不是可以做猪猪窝吗？哎，啊，猪人的家。猪我们家窝上面是不是就可以掉啊？求人帮我打蝙蝠。要怎么打？是直接点它吗？Ctrl F，可以靠近 F，或者是用滑鼠点它都可以。很小。哇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后面有一只？后面那只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屋？对不起，啊、我把树给弄起来，它竟然会疯掉，它竟然一定会疯掉，它自己一个小树枝全部倒了。不要啦，小雨，小雨死了。像哦，那对呀嘞，小鱼死翘翘啦，我死掉，我要打大象，会死啊，好痛的那大象，哇，大象好像50滴血的印象中，啊，你是打人吗？刚刚看见打了50滴血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一下就死了。摸一下就不见了，这个真的是意外，感谢续订。你知道刚刚你要怪怪杰克，他把怪全部引在你的那个甘草上面。哪有？我在这边绕圈圈、欸，你就是在这边绕。好好好，来，我剪出来。你刚刚是不是看蝙蝠都死在这边？你讲清楚。好，我错啊，没有，我让你澄清啊。你刚刚是不是在这边绕，然后蝙蝠全部死在這邊？等一下，你不要中，我自己中，我自己中，自己中。是是是，所以我刚才讲说啊，我知道我的萤火虫怎么来的了，被打的，用那个范围一块，对对，我找到小雨的遗骨了，我把它帮你啊，帮你啊，帮你啊，这样子，这是什么？他为什么可以？小，我刚刚就是要打蝙蝠，他引到这边来，我放下去，就把为什么你的树枝全部砍出来，火把，我的火把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的火把全部弹起来了，我的火把怎么不见了？我的火把，哎、欸，那你去野外的时候用这个这一招，不就到处可以拔那个？哎、欸，对呢，嗯，看看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哦，没事，我有、太暗了，你再过去啊，我帮你野，蜘蛛巢穴，等下吸地，怎么蜘蛛？哦，原来我的勾玉可以换礼包、欸，哎，有 BOSS 大礼包、装备大礼包、体力大礼包，你可以抽看。有没有 SSR 之类的吗？SSR，阴阳师能够预换吗？是还蛮贵的哎、欸，要十个勾玉、15个勾玉跟30个勾玉，很贵啊。可以，很阴阳师，很阴阳师。哇，太多黄金了吧！舞台之势，啊，去钓鱼了。我回来了，我们有渔夫小鱼了。我带了很多皮革回来，这里有18个皮。嗯，要去下面找的掉。是我错觉，还是神乐特别大只啊？头比较大吧？哇，你头好大哦！哎、欸，有刚才不是说有人要皮吗？我带回来了。哇，等一下哦。好哦。好可怜哦，找不到齿轮。嗯，我要个肉球，我要带颗肉球，我要去继续去外面玩。什么种子啊？是一个池子不能掉太多次的。3次。为什么会啊？被蜘蛛咬死？啊、怎么又死了？被青蛙咬死吗？不是触手啊！哦，被拍死了！我才刚站到旁边，才要刚刚甩掉杆，好不好？哇，痛苦，好惨哦！开始喽，所以那只真的血很薄啊。是不是我在哪一个游戏都不适合去钓鱼啊？我昨天钓鱼也死掉啊！昨天钓鱼也死掉，昨天那个好好看啊！钓鱼人就杀过来啊！对呀、啊，
我看到小雨的尸体了。嗯，没有错。小心那边会有触手。好，我要去出去去外面玩了。我要偷你的东西。雨月，你要去哪边？我要去。啊，我到处我在到处走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哪边。那我要当个跟屁虫。走喽，有点麻烦，我们闯灯。感谢礼物。感觉我的草帽特别大顶嘞、欸，嗯，头比较大。哎、欸，蜘蛛网嘞，小雨，蜘蛛网嘞，嗯，在我的尸体。哇，你怎么把蜘蛛网带出门？我在他尸体附近。因为我身上够那个做捕鸟的，可是我点不到他的蜘蛛网。这个东西好，这个东西好哪里有蜘蛛网啊？有啊。这是什么蜜汁浆果虫啊？对，这个捡了就赶快吃掉，因为它保存期限很短。看不到你的蜘蛛。我把它藏起来好了，带回家。哎，好像是这个，是不是？就长得蜘蛛网那样的。不是啊，你全部的东西都叠在一起啊。啊，你什么情景啊？我没那么多空间的、啊。你往上面一丢丢啊！一丢丢啊！一丢啊！啊，我捡到蜘蛛网了，我要抛弃你的尸体。不要到处都有小雨的尸体，我的尸体已经到处都是坐标。那什么叫声啊？有冰可以挖。那我看到冰了、欸。这我在冰的区域，有岩石跟全家那个吗？我想把、啊、我触手收走开，触手收全 家, 全家什么、啊？想吃什么东西啊？哈根达斯塞进去可可里面，把、哈根达斯塞进去的，把哈根达斯插进那个热可可里面。哦，热可可是谁？就被哈根达斯插的那个，对，哦，所以你要问他的感受吗？哎，到底有没有机器人呐、啊？这什么啊？我怎么都是奇怪的东西在攻击我？不会是蚊子？苍蝇哦。你打到它有个水袋，啊、可以丢水球。我还以为找到大理是找到机器人，结果不是啊，难过。对啊，它只是一个大理石雕像而已，超丑的。哎、欸，臭蜘蛛，不要再偷吃！在喵哈那边啊？秃鹰可以打吗？可以。啊，它会掉什么？肉，小肉，鸟肉。好。哎、欸，蜘蛛网，玉米，我没有啊，喵哈捡走了。喵哈，我现在正在移动困难。恶魔花可以干嘛？做恶魔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走错方向了？我在哪里啊 ？Q 跟一啊，完全正常的树为什么会有脸啊？对，我按到一了。那是恶魔的树啊。恶魔树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走反了、欸，我在哪里啊？这好多碎石哦，是什么？我的名字好低啊！然后翻了，翻了，翻了，另外一边，这边。对，你现在这个方向是往上走。好。我挖东西，肚子好容易饿。往上走。好，你没带东西就出来。有啊，我带一个肉球、大肉丸还是什么的。对，我说你没带东西就跑出来。快，我们需要做鸟，真的不会饿了，赶快！我正在努力的奔跑，奔跑。为什么这地上会有烤过的绿蘑菇啊？那个是小雨刚丢的，丢了才会发现。哦，抓到，抓到，霸气！给我，我丢。右上角没东西耶，这是怎么样？你真的是，
啊，有什么东西？右上角是空的、欸，哎，都没有看到机器人那一些。哎、欸，我冰块要放哪？还是物箱随便塞吗？能先啊、你先随便塞吧。对啊，没有冰箱真的，没有冰箱。哇，满地在找满地草。哎、欸，我要种子。我一直在找机器，可是没能看到、啊。我要种子，在你那箱。种子哦，在你那箱。探月，在你那一箱、哦，放开你的箱子。要外宿了。等下，我又按到，我一直按到一啊。太找麻火把了吧？你离开，你要离开。哦。可以了，都快晚上了。啊，种子嘞？我没看到啊。哎、欸，我放第三个的种子怎么不见了？这样就不用火把了，火把收起来。啊？我这边有种子了，我有十个。我丢在地上，哎、欸，好暗啊、哦，可不可以点一下那个？一棵树就够了吗？哈？一棵树，它会燃烧到上面啊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再点就好了。嗯。哦。哎呦！哎，哎呀！我要丢这个。丢什么？啊！哎，我丢到哪里去？你怎么丢到我身上？你干嘛、啊？他把大便扔在我身上。我把大便丢到发型。啊！咻！哎、欸，那这样蝙蝠来找我很危险呢、欸。嗯？为什么？我会把家拆了哎、欸。然后上面也没东西了吗？这里左边。底了吗？好了，继续去钓鱼了，再见。哎、欸，那个捕鸟网有东西在裡面、哦。等一下，那是我抓的。你不要跟哦，哈，没关系，我要走虫洞啊。虫洞是那个、啊。没事。纳奇，没事儿。纳奇，看一下啊，虫洞是来到这里。那剩右手边还没探而已了。哇，做怪物肉，我做肉汤哦。两大肉一怪肉啊。来，肉汤是巨生蛋，我巨生蛋。肉汤是2.5个肉啊！就是触手，这怎么那么多触手啊？小雨一直被触手 play， 很惨呢、欸。我就是想要钓个鱼。沼泽地要很小心呐、啊。哇，这蜘蛛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很像戴面具的蜘蛛啊？戴面具的蜘蛛，不知道蜘蛛巢旁边吗？对，它那个是。还绿色的，它就是蜘蛛战士，很痛哦，会跳哦，好痛哦，进阶的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它那只通常很难打了啊，我们通常就是你不要在蜘蛛巢附近打蜘蛛，不然它那只就会出来。哦，我好想养蜘蛛哦。你不是有养了？没有养了，被你们打死了。啊、你养太近了哦。哎、欸，他寄给你。没有，我现在没有腐肉可以养。哎、欸，我找到那个滚草了。还有右边有滚草。哦，有蛋哦。有啊，我鸟中了。蛋的料理我不知道怎么做哎、欸，你说饺子怎么做？反正蛋也可以当蔬菜啦。哦，滚草、欸。我理智太低了，你看东西都怪怪。趁那个娜娜奇啊，趁一下。娜娜奇有点远。娜娜奇出去探险了。娜娜奇到在流浪。我看他那个兔子长得好恶心呢、啊，就变黑黑的不是？对啊，黑黑的一坨，好多滚草哦，捡滚草。没东西，我找一下。我记得我存东 staff 的食物模拟器，食谱模拟器吗？对，食谱的。哦，找到了。哦，一蛋一肉一蔬菜。滚草不要走！不然说塞肉架、啊。滚草，这什么？花瓣？可恶！滚草，没有东西。蝙蝠是长吗？算蔬菜吗？嗯，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蔬菜吗？啊，中个头。哇、wow, ，这是地毯吗？对啊，地毯在哪？在啊。哦，有龙哦，这里有龙哦啊！龙，
拽一个。那只大苍蝇，龙蝇啊。哦哦，你们想打吗？打得赢吗？那只夏天 boss 是不是？还是？哎、欸，它是常驻的 boss 啊。我只是在捡滚草而已，捡一捡就看到龙鹰的脚。哎、欸，设计图哎、欸，这什么的设计图啊？然后哈基有这个，啊，哦好，滚草，滚草，滚草，嗯，哇，天黑了，闭眼，闭眼，闭。闭着眼睛看不到啊！我要劈我自己。你要骨头？嗯。啊，好烧！不嘞。哎，在干嘛？真好啦。嗯。啊，等一下，那个干臭蝙蝠什么东西？咖喱，走开！蝙蝠偷了。哦，东西被拿光了吗？被他吃了什么东西？被吃走。